小朋友，哎，你们是谁呀？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啊，你妈妈叫我来叫你到下面吃烧烤啊。烧烤烤好了吗？烤好了，走吧。这么快就烤好了吗？但是这两个人我也不认识啊。走吧。他们说过不能等陌生人走，我得赶紧跑。快，不要让他跑了，走。跑去找妈妈还有一段路，一定不能让他们追上。哎，有了。往这边走。妈妈，妈妈，怎么了，宝贝？刚刚我遇到两个坏人在追我。那你是怎么摆脱他们的呀？我故意把风筝扔到另一个岔路上，误导他们，然后争取时间，马上跑来找你。小朋友们记住，如果遇到被坏人追的情况，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，必要时可以丢弃些物品来保护自己。